看看新闻网。2月27日，赌王何鸿燊的三房长女何超云迎来了自己24岁的生日。何鸿燊三太陈婉珍、超云男友陈山聪以及妹妹何超莲于铜锣湾为其庆生。寿星女何超云身着性感的橙色 DV 连身裙，十分抢镜。妹妹超莲也是巧合地穿上了橙色的连身裙，秀出美腿。提到与吴克群同游马尔代夫一事，何超莲表示只是一般朋友一同出游。